好多虔诚的妈祖庙，妈祖信徒。你爸听到好平安。哇。鸾教还没回来，人山人海。大甲镇南宫。真的是好多人啊。妈祖鸾教还没回来，就已经这么多人。跟人家凑热闹，来吃大甲镇南宫绕境的提供的点心帐，人满为患。还有汤圆，这是一份荤菜，狮子会提供的点心站，他拿太多就吃不完就浪费。好大的公家停车场，免费。停完车往行人出口走出去，大甲镇南宫妈祖。停满满的，美人山停车场。